社会人，我聊的这社会嗑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我早晚就是喝。我听着小三雷唱着老板情歌，周围的美女爱我的也很多。为了我的好兄弟，我啥都愿意做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甚至下油锅。做人就要讲义气，有事你就说，就算是没有钱，把面子也得过。我就是炮哥，炮哥的就是我，虽然是个小人物，但活得很洒脱。金钱的年代，我没得选择，人生的道路靠自己拼搏。我就是炮哥，炮哥的就是我，兄弟一起闯的电影你是否看过？玩啥呀？玩你拿你想玩的呗。多少钱呢？全国统一价100。